家好，我是新宇，我又来了。我现在呢在这个大连市的一个大连港，然后一会儿呢我这个车就要那个运到那个威海，马上就要检票了，一会儿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车呢现在已经停好了，然后我现在上楼，这个是我的船票，我现在正好到上面的那个客舱，车已经停好了。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甲板上看一看。这个船真的比我上次在三亚那边坐那个船要豪华多了，而且环境特别的好。六人间，然后没有窗户，特别的憋屈。行吧，就这样吧，没有办法了，一会儿带你们看一看我这个房间吧。那大连呢到威海是93海里，大家有没有知道93海里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多少公里？现在屋里呢就我一个人，然后呢我打算睡一觉，睡完一觉之后，然后带你们上甲板上看一看，看看海鸥。海鸥，海鸥，海鸥，怎么有食有食就喂喂它。我现在呢已经都下来了，然后取车，找找我的车呀。出港了，终于出来了。刚才在下面等了20分钟，就是不给我们开门呢，急得我呀。